那么在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之前，我们要跟院会报告，现在在议场二楼贵宾席是英国国会台英国会小组共同主席史蒂尔勋爵率团访问，我们在此欢迎主席史蒂尔勋爵，还有伯恩斯下议员，还有戴维恩下议员，还有戴维恩下议员夫人，还有巴克尔女爵，还有宾汉恩下议员，还有普维斯新爵，还有戴维斯下议员，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好，谢谢。现在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26条，短期票券得以债票或登记形式发行。